姑，你看看我这二姑爷这眼力啊，他买的东西我全喜欢。那二姑爷眼睛里就有他丈母娘。哎呀呀呀呀呀，爸，什么呀爸？我有眼力劲儿，你看看，给妈买这么多东西，还能没有你的呀？就是啊，哎，哎呀，你这东西不错呀，啊，买几管牙膏给一个呀？什么叫给一个呀？我这专门给你，我再过六七个月，这玩意儿就能用上。我要明天去南极，后天就能用上。去什么南极啊？不是，回头啊，半夜三更你离家出走，外边冷啊，立马你就用上。啊，我半夜三更离家出走。那当然。我流浪猫啊。石榴妹妹，你咋来了？我的妹妹这是咋的了？准是跟你那个妹夫又吵架了呗。就是、来哇！哎，我说石榴啊，你这是到哪儿？哎，虎孩子叫姨。哟，我还得叫他姨我。姨，你这……哎呀，石榴妹妹，你这又咋的了？没咋的。不过了，啊，姐夫，没打扰你吧？嗯、哎，应该没有。我住两天好不好呀？不是，好的。我这回可能得住一个多月吧。哎，你俩月也行，亲姐呀，谢谢啊。气不死我了！我一天像个妈似的，我跟你说，这活罪我受够了，我真是。哎，妹子，你太不知足了！我那妹夫对你多好啊啊！你说你们家房子住的500多平方，一天是4个菜1个汤，啊，吃完饭脱鞋就上床，把你伺候的是病入膏肓。你是光见贼吃肉，没看贼挨打呀？家里家外都是我呀！一瞅着那张脸，我就一股火啊！买颗大葱花了30多，刮风下雨都不知道躲一躲呀！啊，我。我怎么了啊？你怎么了？我不过了，不过，这说不过就不过了，妹妹、啊。行了，姐，啊，我冷静冷静啊，一会儿行，一会儿咱俩姐俩屋里再慢慢说啊。你等会儿吧。啊，咋的？有事啊？那个屋里是我跟你姐住的地方。啊，你要把那屋占了，我上哪儿去、啊？嗯，爱上哪上哪。咋整啊？整嘛，倒是能整啊！二姑爷，你有办法？我当然有办法了。我姨这次来啊，嗯，肯定是吵架了呗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她肯定是嫌他们家没有咱们家好。对，对不对？她想比一比。没错。那咱就让她比一比，咱们家比他们家还差呗。哎呀，老头子，咋整啊？你傻呀？不是，你说清楚啊，你让我咋办呢？呀，姐夫，不好意思呀，又让你们分居了。你不要不好意思，我跟你姐分居好几十年了。这一直住沙发吗？今天晚上就在这睡啊。换个地方，别可一个地方围，你看他整的净坑。我一直坐沙发来着。是吧？你他妈别在坑上睡，那你睡不累呀、啊、你啊？那什么，你们姐俩借着这个惨淡的月光，好好聊聊，明白没？惨淡的月光。我懂，我懂。哎，不是他咋进屋了呢？他呀，妹子。你可别吵吵我，那屋是你姐夫的屋。他那咱俩睡哪儿啊？沙发啊，对，这个有坑的我住，你住这边。不是咋的，姐呀，你跟我姐夫也吵架了啊？咋着？你睡这儿呢？不吵架住沙发。那要是吵架呢？吵架住阳台。他咋不让你睡楼道呢？
住过，你要是顶嘴了就住楼道。看我这暴脾气，这不是欺负人家吗？这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别打！哎，咋的了？声控灯啊？到点睡，宿舍式管理啊，你家呀？妹子，你可别吵吵了，他们都要睡觉，你要吵醒了他们。都得拿我砸法子，还拿你？哎，你我就不信了，你受气，他们这一家人就不管，就让你在这儿睡，是不是？不让你进屋。好，妹子，我还就不信了，今天这事儿没人管。妹子，等着。哎呀，你消停点吧，你上哪儿去？哎呀，你别管，那是姑爷房间。站，开门。咦，咦，哎呦姨呀，大半夜的干啥呀？有事找你啊？你说、啊，我问你啊，她是不是你丈母娘？好像是吧。来来来来来，看没看着？啊，你丈母娘睡哪儿？你看没看见？这是什么？沙发呀！啊，你还知道是沙发呀？嗯呢。啊，你知不知道你什么身份啊？你啊，上门女婿，明不明白？不是妈，姑爷，你可听见了我姨说的啥哈、啊？我听见，我跟你解释，解释什么呀？我是他姨，我还做不了他主吗？啊！你赶紧让妈进屋，你搬出去。姨，妈，哎，我姨说啥你都听见了哈？听见了。我姨这是要撵我走啊？啊，走可以啊，话得说清楚喽。这房子的首付，你付的。哎，对，大伙儿都知道。哎，所以说这房子的手续。我得拿走，啊！另外，这是张银行卡，你也拿走。一分钱没有，我拿它干啥玩意儿啊？你拿着，记住了吗？啊，每个月往里存17000啊，这是还房贷。咦，我谢谢你让我重获自由啊！容我点时间啊，我收拾收拾，我净身出户。哎呦，拜拜，哥。姑爷，哎，我告诉你，真的，你真是我。妹子，净身出户，你养吧什么玩意儿啊你呀、啊？哎呀，妹子，你让姐省省心吧，你看看姐还没能咋地呢，就来一个巨款的欠债呀、啊。欠不欠债的我不管，怎么着都不好使，谁爱拿谁拿，我就不信这么当家没有人管得了他了，真有意思。我跟你说，这事你可不能告诉姐夫，你可别跟姐夫说啊。对呀、啊，找我姐。哎，别的别的别。老饭堂，给我出来！不，你能不能管管你妹妹？哪有小姨子大半夜敲姐夫门的？你这是考验我呢，还是想让我晚节不保啊？想啥呢？你姑爷给你媳妇欺负成啥样，你看不着啊？你啊，不知道管一管呢？当然管，必须管。钱顺风，出来聊聊。哎呀哎呀，爸呀，这干啥呀？半夜三更了，吵吵吵吵吵吵啥玩意儿？吵吵聊聊。哟，哎，我爸哎，总愿是半夜三更找我聊聊聊聊聊聊就聊聊，怎么的呀？干聊啊？那还给你整俩菜呀？行啊，你整俩菜，整俩菜去。我这什么意思啊？大半夜的给你俩炒菜去啊？咋的？喝点啊还呀？你陪药、啊？完了，喝不成了。可不的呗。没人陪呀、啊。没人陪呀。喝不成了。喝不成，那也别聊了，明儿聊吧，明儿再说吧。啥嘞？老饭头，你说你也算个老爷们儿，你妈，我在最后叫你一次妈啊。明天我可要净身出户了，今天呀、啊，我把我的脏衣服可都收拾出来了。妈，麻烦您啊，给我归置归置，整理整理，熨熨烫烫。明天早上我净身出户。不是，你，哎呀，二姑爷啊！别急别急，二姑爷，我这还有点袜子，不多，半盆。妹子，姐平时对你好不好？好啊，你
琢磨，等你走了以后，接着日子可咋过呀？哎，我还真就不信了，我今天你信吧，安息吧，我必须我听话吧。是没带饭、啊、带了。什么时候带的？上礼拜六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那姐都瘦成什么样了，下巴壳子都爽了呀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，太可怜你呀！我们家户口本一直在你姐夫腰上缝着呢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他也不爱你，你说非得缠着你干什么呀？你们这一天我真是的了。妹子，你姐夫说了，雇我呀，比雇保姆便宜。当保姆了，你还在这家待着？我在家那都把我都宠上天了，把我当娘娘一样供着，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那没事我都离家出走。哪一次我一离家出，妹子。妹子，建立一个家庭容易，守住一个家难呐。嗯，这人这一辈子都有酸甜苦辣咸，如果你呀要是把快乐的事儿想多了，这个家庭就是相依相伴一辈子。嗯，如果你要是把苦想多了，这个家庭啊早晚得解体呀、啊、妹子。姐说不好，自己悟吧。啊，哎，妹子，妹怎么走了？想明白了，只是走了。哎呦，我老米，你演的好呀、啊！哎呀，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你嘴。就说我这演员，我给他整两句，够他歇乎半年的。表演艺术家，我呀。哎，结束挺棒啊！怎么着？把我累的。我移走了。走了。哎呀，没想到、哎、我们家还有个影后。哎呀，老东西，你演的比我还像呢，我差点真跟你离婚。跟他离，离完了我领山去。走。妈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演的那个小子可不是我啊。是啊。我可不这样。啊、哦。就拿咱们家这房子来说吧，啊、虽说是我拿的首付的大头、啊，我可没天天说吧。别把钱看得太重啊！不是妈、啊，我刚才给你那张银行卡，你快还我！哎呀，姑爷，你不说这里一分钱也没有吗？谁说的？我全部家当都在里呢！啊，给我！别害怕，你妈这大演员还能拿你这点道具钱吗？哎呦！哎，老太太，站好！站好了！
洗衣服，我衣服洗完没有啊？我那几双袜子必须给我洗干净。行啊，演的不错呀。你，我都想掐死你。亲姐，就跟这帮玩意儿一起忽悠我一个，是吧？还有你，给多少钱呢？这么卖力气啊？给什么钱？我还添了半拉饼子了，我还。都赔了。姐夫，我要是没猜错，总导演是你吧？副编剧。一家人欺负我一个，漂亮！不是不是，这不都为你好吗？这不人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懂了，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人演这么大一出戏，那不就是我要不明白我还是个玩意儿吗？哎，姐呀，我也懂了啊，以后啊，咱不跟别人比，对，不比。就不比，我幸福。好，一片乌云全散了。睡觉了，睡觉了，几点了？赶紧睡觉。你们姐俩回屋里睡去。好好，我睡这沙发啊，这坑归我了。哎呀，他们能睡，你恐怕不行。我咋的了？我刚才出去是打电话来着，完事我跟我那几个大哥吧，把你家这些事都说了一下。这几个大哥呢，带着众多的小舅子，说要来找你聊聊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上高速了！哎呀妈呀！这个老王，你那大饼子借我一下，半道给我，在那。不是姐夫啊，对，这回用上了。我那什么？哎呀，老伴儿，你干啥去？不是，你在家不还有我呢吗？有你没有你还不至于这样的，你那几个小舅子一个比一个驴啊。我等会儿爸你别走。不是啊，是姨啊，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跟你们家没说我的事儿吧？也没说什么。哦、哎、就说你比我大姐夫还坏呢。哎呀妈呀，更回了，更回了。不是我那个干这不是！哎呀，你说你看，你可真行啊！一个人来串门，你串走俩。哎呀，我说妹子，你不怕事儿大呀？就是啊，你这事怎么的你？这，怕了吧？就你家人会演戏呀、啊？我也会。哎呀，我的妈！